欢迎我们来自兰州的朋友们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刘老师，欢迎我们的西北汉子。我们这个刘老师刚刚大家认识了，另外两位师傅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兰州永红太平谷艺术团的王艳娇。大家好，我来自兰州永红太平谷队一名技术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，发财发财发大财啊！祝大家发大财啊！那这个刘老师啊，还得问问您了。您看刚刚我们的傅老师介绍这北京过年特别热闹啊，这个咱们兰州怎么过年啊？就吃着牛肉面过年吧得。哎，没有，牛肉面也吃，臊子面也吃。臊子面。但是我们是初二的时候没去太平谷，尤其给这个军家府拜年。给军属。对军属。敲太平谷拜年。主要是啥？他们因为保卫我们国家，他们都在外面家里得图个热闹拜年。刚刚李丁啊，这个已经在这个傅老师那得了一个李辣枪的疫苗了，说明呢，他在这方面其实比咱有天赋啊。是，没错。你觉得这太平鼓应该怎么来打？太平鼓很简单啊，人家得拿那个鼓槌啊，敲击这个鼓面，发出咚咚的声响啊。用你说呀，这个对什么鼓不是这样？你告诉我啊。那应该怎么敲？那这样吧，我们请我们的太平鼓队的队员们把我们的太平鼓敲起来，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再次掌声送给我们太平鼓队的各位老师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个忽然发现一个小问题啊，刘老师，怎么就您的这衣服上写了一个帅字？是您告诉大家您比较帅吗？哎，没有，我也比你帅。以前呢，那个军队打仗的时候，他前面不是有个帅子吗？专门指挥的那个将领。万马营中您挂帅啊？对，一个总指挥。